所以一直以来你们没有听到我讲东西是吗？刚刚，OK，Hi，Hi，again，欢迎大家来到 BC 的 Seminar。我想知道一下，在座的各位有谁是还没有考试的？有谁是还没有考试的？还没有考试的话，你打个一，我看一下。我在这堂讲座会当中所讲的一二三四五都是数字的，一二三四五。用来方便你们做一个，给我做一个回应。OK，So Form Five 的各位，我看到有一二三，Jimmy、Jane 还有 Waylin 都是还没有的，所以今天我们会快速的过一下关于考试一定会有的应用文、概述文章还有文言文的部分。我是 Carol，So 你们可以叫我 Mini，谢谢。不要叫我老师，会把我叫老。OK，你要叫我其他的，你就要讲说，诶，sorry 啊，等一下，有人找我一下，OK，没事了。你要叫我讲说，学姐可以，姐姐我接受，我不接受老师。So，今天这一堂 seminar，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就欢迎你们踊跃提问。我的上课的方式会更多的是进行一种互动式的方式，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回答我，不然我有点不懂怎么样讲课。我们先讲应用文的这一个部分。应用文这一个东西，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学生都好，终于可以发 direct message 哦，是因为有 host 聊，对不对？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学生都好，我都会告诉你这一个东西它是送分的三十分。为什么我叫它是送分的三十分？因为呢，应用文这个东西哈，它没有在要求你们具体完整的展现出你的语文能力。它写少过120个字，你就可以拿到三十分。应用文都在考什么？都在考格式而已，都在考格式而已。如果你就要讲说，哦，华文好像有点难，可是我对华文的要求不高的话。你想办法要 pass 的话，应用文就是那一个你必须一定要把握住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把握住了，你只要通过写120个字，你就可以拿到20多分以上。也就是讲说，如果是200分的考卷纸来讲，30分在这里至少可以给你一个10到15分的区间的一个数字，这样10分我们就 set 得了，10分我们就 set 得了。So，我们今天不会跟你们过具体的文章，但是我会跟你们过一遍那个格式。很多人呢，他的学校老师在教的时候哈，我不太确定学校老师是怎样教。I mean，我知道的学校老师会怎么样教呢？他会公函教一次，通告教一次，启示教一次，变成讲说大家会造成一个很混乱的局面，就觉得讲说应用文有很多东西要背。可是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看这三个东西，它比对一下，我们再把公函的格式分成三个部分，分成三个 section。section A，section 的的的，section B，然后剩下的就是 section C。So，我们这样子看的话，你就会发现 A 这一个部分的东西，它全部都是一样的。A 这个部分的东西，它全部都是一样的。这样通告跟启示，他没有要针对写给谁，他没有要针对写给谁。通告写给的是全部的人，那个学校范围里面的人，或者是讲那个社团的会员。这样启示的话是写给我不懂谁会看到这个东西，但是我希望越多人看到越好。如果我要找东西，我要找宠物，我要请人，这一些他都会以启示。的形式出现，我们讲说招人、失误，或者是失误、招人失误、不见东西，这一些通通都用启示的形式进行。也有一种情况下呢，他会要求你们写道谢或者是道歉，这样。一般来讲，请问我想问一下，启示如果我在这里写道谢的话，是谁写给谁的？From who? For who? 为什么他要写一个道歉、道谢或者是道歉的启示？
公司，对，歧视的道谢，道谢函或者是道歉函，一般情况下，他会有道歉或者是道谢，他会由公司发给大众，什么意思？比如讲说，今天你买 IKEA 的桌子，可是 IKEA 的桌子它那一个 batch 的桌子都有问题。你用用下一半，它突然会折叠起来，这样他就要发一个道歉启事，并召回这一批货物，这个就是道歉。这样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讲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哎，那边所有社区的人都有来进行帮忙的话，学校也可以以一个启事的方式去写这一个道谢函，去写这一个道谢函，因为。大家都有来帮忙，我具体来讲不懂要答谢谁，这样我就大家都答谢，那就是启事。可是如果公函的格式他写道谢或者是道歉的话，将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大众的吗？对，不是的，他不是写给大众的，有一个针对性的，有一个针对，写错了，写成针击。写成针对性的人物，他可以是那个集团的首脑，也可以是某一个我们讲那个叫什么 president，突然想不起，总理、总经理那个集团的主要的人物。So，这种道谢跟这种道谢，它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可是内容大差不差，内容大差不差。道谢这个东西，为什么我特地提出来讲呢？因为如果我叫你们，你们 Form 5了嘛？如果我要求你们写，邀请，寻求许可去参观你的学校，或者是寻求一个人他免费来赞助，或者是邀请他来当一个主讲师，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个能力去回答这种题目。因为这些是一些很 standard 的题目，可是我去年封坏的学生栽在什么？学校叫他们写道谢函，大家都不懂内容要怎么写，大家都不懂内容要怎么写。等下我们进细一点，道谢函里面到底要写什么东西？来来去去来讲，应用文它只有这几个模板，它只有这几个模板。So 你会发现，OK，Section A 大家都一样，这三种格式都一样。通告它是没有收进人的范围的，它是没有收进人的范围的。启事它也一样，它没有 B 这一个板块，它没有 B 这一个板块。而通告跟启事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在于对象，这一个有针对性的对象，来考一考大家要考试了哈。在这里有针对性的对象，我要写给谁？我在这里注明要写给谁？全体对，非常好。但是在全体的前面，我们还要写一个抬头，叫做致全体的学生、全体的老师、全体的师生，非常好。So，其他东西没有太大的区别，讲了，因为其实我不懂我到底在写给谁，可是我希望越多人看到越好。所以对象这一块它也是没有的，对象这一块它也是没有的。考试的时候怎么背？考试的时候。你要关注公函的这一个，因为当你记得公函的格式它是最全的，拿走板块 B，它就是通告；拿走板块 B，拿走收件人，但是有对象，那它就是通告。这样如果启事的话，拿走板块 B，对象也消失。讲到好像对象真的不见了。OK。I mean，因为他没有注明要写给谁。关于应用文的格式这一块，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打个一，没有问题的听得明白、听得清楚的打个零，我看一下。
OK, so far so good。然后我们讲一下关于应用文的模板，关于应用文的板块。一般情况下来讲呢，我们讲说第一个部分，第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请问第一个段落要空两行？哦，sorry，要空两格吗？觉得要的打一，觉得不要的打零。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一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一就有点可怕了。对，我们的正文啊，第一段啊是没有空格的，是没有空格的。正文第一段是没有空格，正文当中必须要包含什么东西？我们讲详情，详情里面的分类，具体来讲这四个东西它是一定要你写到的。日期，日期旁边要括号星期几，星期几。然后时间，还有地点，这是正文第一行要写到的东西。另外还要再加上活动目的，再加写信目的。第二个部分，我们开始要空两个。提醒大家，这个空两格啊，最近我上一个 term 看到的考试当中，很多老师都在这一块上面尽情的找茬，什么意思？很多人他的习惯是讲说，我空两格怎么空？把两个手指放上去纸上，然后空。可是现在的老师在要求你们空两格怎么空呢？如果你的字写这么大，然后你空这个样子，老师会跟你讲，哦，你看你的 sizing 不对，扣分。所以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一件事情？避免的方法很简单，你用铅笔写两个"我"字，然后在后面再用钢笔写你其他内容之后，来把这一个铅笔字擦掉。So，第二个部分我们讲加以说明，或者是讲说补充说明，它也是可以的，就是对方他所需要知道的一些特定的讯息。然后第三个部分写公函的话，就有赞语。第四个部分，如果需要他回函，你就写回函的日期，然后谢谢。差不多，它的模板、它的板块是这样子。这样道谢的话，道谢或者是道歉的话，它应该怎么写？它一样，我们依旧它是会有这个活动的，只不过活动本身呢。以道谢的方式来写的话，它是过去了，像那个东西还没有做完，我是不可能 send 你一个道谢的函件信函。所以在这里，这个道谢的函件呢，通常是事情已经办完了，所以我依旧提它这一个活动，几月几号？哎，这个活动它已经完结了，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的帮助，这样补充说明这一边。道谢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赞语前面不用空，赞语前面要空，就是讲说第二个开始空以后，这边要空，这边要空。我写的太快了一些，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过的东西有点多。刚才讲到那里，道谢的补充说明要补充什么东西？如果你是道歉，那你写原因，道歉你就写原因。道谢的话，道谢我们就写。有的人他对这个东西的反馈怎么样？比如讲说这一场讲座会，TTC 邀请我来给你们做讲座，说、so, 他在正文的第一块当中会提到，哦，几月几号你给丰几的学生上了这个 seminar，我这一次写信来呢是为了感谢你，愿意当主讲师。然后在这里第二个部分这里他可以说什么？他可以写反馈的部分，我们首先可以讲参加的人数。然后参加的人数，还有就是观众的反应，观众的反应就是哦，很多学生来上了这个 seminar，他讲一些什么东西，有帮助没有帮助，哦，觉得获益良多。这样我们感谢人家，通常都是讲一些好话啦，我们不会去做我们所谓的批评。So，获益良多，谁？我们的空现在要找我。
OK，反馈获益良多，再一次感谢他，赞誉一样，称赞他在这一块非常的有经验，哎，让我们的学生得到了很多有用的讯息。这样，请问，如果我从头到尾我都在谢谢谢谢谢，我在第四个 point 可以写一些什么东西？我们需要他回函吗？我写一个道谢信，需要他回函吗？觉得需要你就打一，觉得不需要你就打零。对，我不需要，所以在这里我就不能够写回函的日期了，有没有？这样我们讲说，既然他已经道谢了，未来有没有机会再合作？不知道，可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所谓的，我们叫画大饼。我们不懂会不会合作，but 我们 assume 我们之后会再跟他继续合作。我们就跟他讲说，哎，因为有你，我们这个活动很好，so 希望有机会再举办这样的讲座、这样的活动，然后最后仅此致谢，完结。这个是否道谢的？道谢的模板大致上是这样子。有的人问，如果道歉呢？道歉的话，道歉的话，你要具体到因为什么事情你在向他进行道歉。所以正文的部分依旧有日期、时间、地点。假设讲说我们今天，学校发生火灾 ，I mean that's true。假设学校发生火灾，哎，几月几号星期几，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哎，我们学校发生了这一个火灾，然后有没有人受伤？So，你就讲说，哎，为带来惊吓，深感抱歉。So，补充说明，有没有人受伤，在这里可以具体的说，哎，有多少个人？火灾用时多久扑灭了？这样子的内容你就可以放进去，这样子的内容你就可以放进去。如果是感谢筹款呢？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感谢筹款的话，依旧这一个部分不进行改动，不进行改动，我们就讲那个募款活动本身。然后补充说明，这里可以讲什么？我们募的是款项，这样你想象一下，你捐了钱，你希望知道一些什么东西？抢不到吗？捐了就捐了 ，OK，so、okay, 在这里我们可以向对方表达，因为我们是收款项的人嘛，这样我至少要让他知道，他这个钱，他帮助我们筹募的这一个钱，我们会用在什么地方。这个的话就看题目有没有给你，题目没有给你的话，我们自己想一些小细节出来。比如讲说，一般来讲用在正经用途啊，你不要写哦，筹募的款项将用于学生的娱乐活动，不行。这可以讲什么？哎，非常好，可以讲修建校舍，修建校舍，或者是增加替换掉一些老旧的设施，加装一些空调设备啊，这些你是可以写的。但是写大概一两个就够了，写大概一两个，让他知道哦，这个钱大概会去哪里。最后你就称赞他，哎，感谢他的筹募帮助，让我们这个筹款活动能够募得这么多的款项，然后也希望下次有机会他继续捧我们的场，希望下次有机会举办募款，依旧能够请你到场，仅此致谢。OK，这个是关于道谢的公函的部分。好，我们关于应用文这一块，
就讲完了。大家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话你打个一，我等你把问题打出来。没有问题的话你打个六，然后我们就去看概述文章了哈。这个班的风格是人狠话不多。Hi, Jensen. OK，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就不跟大家过了。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所谓应用文的评分方式。可是应用文来讲，如果你的格式没有出现错误，没有作文题目，sorry，不是作文题目，那个标题没有写错，然后你写的内容它是切题的话。大部分你的答案区间在这里或者是这里。如果讲说你的正文当中出现问题的话，分数区间在这里。一般只要你不离题，你不离题，标题有写对，都是18分以上。所以它是一个很容易拿的东西，不要放弃这一块，不要放弃这一块，送分的。然后再讲，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东西是概述文章。概述文章呢，跟我上过课的朋友，你们冒个泡好不好？我想看一下，第一次跟我上课的朋友，你就打个 send，我看一下。看到你了，冒个泡。OK，好，蛮多人第一次给我上课。我们翻一翻，去到第10页，在这里，我要给你们写一些笔记。去年上过 seminar 哦，很开心你继续回来了。等一下，我每次第一个礼拜做 seminar 是有一点小慌张。这个笔记你抄不抄，对我来讲意义不重大。最好大家都能够把笔放下，专心听我讲。因为很多人呢，在我写笔记的时候，一边写笔记一边讲解，他们的头脑只有一个概念：我要抄赢 Carol。我讲完了，你写完了，东西一个没进去，这是没有效的东西，这是没有效的东西。因为抄不抄这个东西，你们坐在电脑前面，你可以截图。不需要浪费那个手的力气去写，你能够明白我所讲的概念，它比较重要。我们讲说概述文章当中，所有的文章都是由句子组成的。等一下，我的字有在吗？OK，有在。由句子组成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重要？它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讲说所有的句子的组成分成两大。内容一种我们叫做主要内容，一种我们叫做次要内容。次要内容先放一边，因为都讲它是次要 （secondly） 重要的东西。主要内容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内容呢？通常你一年级学会做的那种造句，一年级做的造句只有主语加动词，比如你们现在我在。上课，完了，这就是我们整个句子的主要内容了。然后再看什么是次要内容，次要内容就是当你学会造这个短短的句子之后，你的老师他就会跟你讲说：“哎，第二，我们的句子要加多一点东西，要长一点，要多一点内容。”OK，这个时候我们会加什么？我们会加这三种内容。来冒个泡的朋友们，请问这三种内容谁记得有哪些内容？我伤心了一下，这跟我平常上课一样。OK，第一个他要求我们加的是形容词，第二个是加以说明。加以说明，讲了它其实就是一种说明，它就是一种解释，针对一些东西来进行解释。而这个解释呢，对于你的读者来讲不那么重要，有也可以，没有其实对他来讲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第三个是例子的部分，第三个是例子的部分。So，
在这里加一个什么形容词？怎么样的你？来，大家，你们今天有什么形容词是可以提供给我的？为什么会跑来这个 seminar？焦虑，OK，要考试，可以，可以。还有吗？还有吗？我觉得要考试这个好。我们讲马上要考试的我，这就是我们的形容词。然后在哪里上课？来，你们现在在哪里上课？我是在家里啊，在书房里面。你们呢？电脑前面可以，可以，在车上 是去哪里的路途中吗？A for effort 啊，good one. So，写电脑前面、手机屏幕前面、在车里都可以。你看这个在电脑前面，读者知道你在那里上课，对他来讲会有影响吗？没有太多的影响，他只要知道你在上课就好了，有没有？所以电脑前面这就是一种加以说明，它就是一种解释，解释我现在的状况。上课，电脑前面上课，然后我们可以放什么例子？普通一点，他通常会用相关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讲说下个星期，我还有英文。国文、数学，你可以叭叭叭的去，也可以讲说小明、小美、小华也跟我一起上。So，你会发现在这里，形容词马上要考试的我是一个形容词，然后加以说明，加以说明在这里是电脑前面的我。Sorry 啊，我用来画，用笔来画。今天选到这个颜色多少有一点浅了。So 这个是 A 的部分，这个是 B 的部分，这个是 C 的部分。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因为你们 SPM 的题目当中，sorry 不是题目当中，概述文章当中，你遇到一些完整的句子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要做的东西，你要做什么？把次要内容删减掉，把次要内容删减掉。一般情况下来讲，我们第一个会拿走的就是例子，因为例子在概述文章当中没有贡献。第二个，加以说明也可以拿走掉。形容词的话，我们看情况斟酌的留下，因为有些形容词它是切题的，有些形容词它是切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概述文章，So。在做文章前，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要找到题目的要求。请问在座的各位，谁觉得做概述文章就是简短的把故事写一写？你有这个想法的，你偷偷的告诉我，你就打个一。没有这个想法，太好了。这样至少你们在正确的道路上还是有 OK。这样我们必须要讲一下啊，概述文章哈，概述文章它不是一个简介，它不是一个简介，它不是叫你把故事简短的说一说就好。为什么？因为它有题目的要求。什么叫做题目的要求？假设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I mean 你们性别互换一下，因为我是有男朋友。你们有或者是 crush or something 来，你可以互换一下。假设你讲说，你告诉对方，你对花生过敏，OK，花生过敏就是一个 requirement，它就是一个要求。可是呢，可是呢，他为了感动你，他在情人节或我们讲520或者是6一儿童节的这天，他给你送来了 sneakers。什么来着？你们没有吃吗？这个东西？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吓到我了。喂，你们没有吃这个能量棒吗？啊，Mars bar，
我的字这么难看吗？啊，终于对了，老师单身怎么办？单身学起来，以后三证出局。这个东西，如果他给你送这个东西，你会怎么样？单身没烦恼啊，是咯，你花生过敏耶？知道过敏是一种什么现象吗？你吃到这个，你马上就休克。有的人他严重到这个程度的话，他会直接休克，给朋友吃咯，这种事都不记得，分手，塞回给他吃。是哦，当下那个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很生气有没有？为什么？你都告诉他了，这就是本身来讲，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 requirement，而且这个 requirement 它是很苛刻的，必须一定要达成。为什么？因为不达成的后果很严重，所以你不能够吃花生本身，它就是一个要求。盖世文章也一样，只不过盖世文章不会跟你分手，他要缠你缠到 SPM 结束为止，所以你没有办法赶走他。这个我们画，通常我们的题目要求就是这一个，它加黑加粗的字眼当中。他改变主意，重新开始生活的始末，这个就是我们题目的要求。So，我们在做概述文章的时候呢，你就要去符合他要的这一些东西，你才可以得到分数。So，在这里我们看到题目第一个反应是要先找出三样东西，题目当中要找出三样东西，一个我们叫主角，一个叫动词。一个叫对象，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它会帮你找出你的概述文章的方向是什么，要以谁为主角？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样子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017年还是2019年的概述文章题目，它是这样子的。哎，它是怎样子？它是一个小故事。So，文章当中呢，它是以我的角度写的整篇故事，可是题目要求以你的角度还原这一个故事。So，我班上的大聪明们，他们做什么？诶，Carol，这样子的话，我换一下就可以了啦，把你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Set 的。可是，在故事当中，我有一个女儿嘞，我的女儿变成你的女儿，还是文章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吗？就不是了，就不是了，所以这个东西它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角是他，主角，然后动词是，请问是改变还是重新？居然是改变打一，居然是重新打二。我们的动词是改变还是重新？OK，我看到211，也是蛮多人选的二。来，遇到我们有两个动词的题目，要怎么样去区分哪一个才是我们要找的动词？你先去问一下自己，哪一个东西它必须先要发生，才会有后面的那个动作出现？在这里，它必须先改变，还是它必须先重新生活？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样的？对，它们之间，它必须先改变，才有重新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找的动词，实际上就是这个改变。然后对象有吗？在这里的对象必须一定要是个人啊，一定是要是个人啊，要对人。所以没有我们的题目，你看在这里，很多人他就会讲说：“哎呀，概述文章很难做，我都不懂，我到底要找什么东西？”嘿，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题目。你看他用到"改变"这个词汇，"改变"这个词汇，如果原本的东西好用，它需要改变吗？不需要，所以呢，
你改变它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前面那一个东西它可能不 work，它可能出于一些什么原因，它需要换掉这一个模式。所以"改变"这个词啊，一定有讲说改变有一个过后，然后也有一个之前。简单一点来讲，叫做 before after 啦，它有一个 before，所以那一个 before 我们要浅浅的带一下，然后才会有这一个。之后，这样它的之后指的是什么？它的之后指的是重新生活。这样这个改变当中呢，我们也要提到主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浅浅的带过它的 before，然后讲什么事情导致它改变主意。我们讲 why，why 改变主意，然后。再讲，你看他在这里，他其实这一个题目有两个要求。第一个，他要求你写他改变主意，which 我们要包括他前面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他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他改变主意，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要求你写他重新生活，重新生活要怎么写？他具体来讲做了一些具体做什么？改变，将要求写始末，始末从头到尾，始末从头到尾。我又讲不完了。当然，字数不可超过135。以前有一个小小的灰暗地带，但是现在老师们抓得很严，不推荐大家超过135。所以我们先读一遍那个故事，大概知道它的流程是怎么样，我们再来做该书文章。他讲，汽车进入了山区，山路崎岖不平，颠的人五脏六腑都翻腾出来。请问，我考，因为是复习嘛，so 来，青色的这个采用的是哪一种修辞手法，朋友们？老朋友，你们在哪里？班上的朋友们。所以我跟 Jimmy 答对了，云轩也答对了，对，为什么？我们的特性在哪里？特性在人五脏六腑都翻腾出来了，所以五脏六腑是不会因为你坐车而呕出来的，所以这是夸张的修辞手法。很好，车上只有十几个乘客，坐在后几排的乘客因为颠得吃不消，都挪到了前排，都跑到了前排。他却主动移到了最后一排，五个座位连在一起，正好可以躺下来。他太需要休息了，这段日子工作丢了，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也吹了。请问，女朋友也吹了是什么意思？这一个是 specifically for 那一些不讲华语为主语的，对，分手了，被抛弃了，没有了。总之，现在他吹了，就是讲他现在没有女朋友了。整个人完全在心灰意懒之中，连续十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境，自己是那么渺小，存在不存在都不重要。此行他想回家，回老家看看父母。年迈的双亲培养出他这个大学生很不容易。他决定在了断自己之前，再看一眼可怜的双亲。哎，你会发现我们找到了他前面故事开始的起因的部分了。汽车颠簸着前进，乘客们都昏昏欲睡，他也恍恍惚惚进入了梦境。突然，在一阵剧烈的撞击后，汽车猛地停了下来，出车祸了。车厢里立即爆发出一片惊叫声、哭喊声。一片混乱之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撞伤，但看来都无大碍。无大碍就是没有太大的伤害，或者是讲没有太大的影响。大家稍稍松了口气，探头窗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看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车子悬在路边的半空中，晃晃悠悠，而下面是一个峡谷。峡谷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峡谷啊。峡谷一般情况下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陡峭的地方。
有一点类似于悬崖。错，你看一下，这种我们都称之为峡谷，它很陡的。Cliff，对，但是它不在海边，就所有的山谷当中。有类似于悬崖的部分，悬崖只出现在海上，就是它有凸出来的一部分。So，悬崖为什么叫悬崖？这个是那个我们叫做山体，然后悬崖是因为这一块它悬在这一边，所以才叫做悬崖。So，山的话，我们不叫悬崖，我们叫峡谷。一个概念，只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词汇去表达。大家这才发现车子是斜的，车头向下，尾巴翘起，车内再次爆发出绝望的哭喊声。他看看身边，最后一排只有他一个人，窗户是开着的。他轻轻移到窗前，发现只要从窗户跳出去，他就获救了，安全了。他站起来，探身准备往外跳。前面的乘客发出惊呼：“你不能跳出去，不然我们可就都完了。”是的，他不能只顾自己跳出去，那可能将置一车人于死地。可是如果不马上跳出去，汽车可能随时坠落，那自己也将与大家同归于尽了。他不怕死，他这次回乡就已经做好了死的打算。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死法，他深深的吸了口气，他冷静的判断了一下形势。中学时他的物理成绩就很好，他知道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车头和车尾的重量稍稍改变，都可能使微弱的平衡打破，而致车毁人亡。在这里，这个字其实它要表达的是导致车毁坏，人都死掉。其他乘客都在汽车的前半部分，车尾只有他一人，他是这一个平衡系统里最重要的一环，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这么重要过。现在唯一可行的自救办法是他保持不动，维持这个平衡，让前面的乘客慢慢往后移，再从窗户逃出险境。他对大家说：“我不动，你们一个一个从。”前面挪过来，千万不能挤，不要慌张，一个一个来。在他的指挥下，离他最近的一位乘客一点一点向车尾爬过来。汽车轻轻地摇晃着，每一次抖动都揪着大家的心。第一位乘客成功地挪到他身边，从窗户跳了出去。又一位乘客爬了过来，十几位乘客都获救了。受伤的司机也爬了出来，他最后一个从窗户跳了出来，汽车晃了晃，没有坠落。惊魂未定的乘客们都安全获救了，看着摇摇欲坠的客车，大家的脸上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欣慰。等大家定下神来，才想起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一个小伙子，如果没有他的沉着和勇敢，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不堪的后果。大家四处找他，向他表达谢意，却没有找到。他已经悄悄走了，他的家就在离此地只有几公里的山坳里。上中学时，为了省路费，他就常常一个人从这条山路步行回家。10年前，也是从这一条山路，他走出了大山。他是他们山仔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曾经令多少人为之自豪啊！而之前的挫败，相比以前是多么微不足道。此时，他终于明白，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很重要，即使是一粒微尘。落日的余晖晒满山林，他拐进一条小路，这样可以早一点到家。归巢的鸟儿们成群结队，从他的头顶掠过，他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好，我们看完这个故事过后。我们用辅助小工具，华文的中心思想哈，它要求你们有这样子的思维模式，怎么样的思维模式？有原因，有过程，有结果。起因、过程还有结果，所以在这里我们先
想一下它的流程是怎么样？有什么东西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先看，你看它改变主意，它改变主意之前，它有一个主意。我们讲主意 number one，它的主意是要做什么？自杀，对，他想要自杀，这样自杀有没有原因？纯粹哦，觉得生活好无趣，死掉算了。有原因是什么？被女朋友抛弃。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这个吗？还有呢？还有呢？回到去前面看一下啊。得得得，工作丢了，工作丢了，女朋友也催了，所以在这里他怎么样？失业，有失恋，所以他想自杀。然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觉得讲说：“哦，我要改变主意，哦，我不想死了。”等一下，这个我用另外一个颜色写会比较好。发生什么事情让他觉得讲说：“哦，我现在想活了。”车祸，so 车祸，因为发生车祸，他不想发生了车祸，他就会讲说：“嗯，我想要得救。”所以，我们具体的，你看，他要求我们写始末。也就是讲说，车祸他想要活下来的那个过程，我们是要写的，我们是要写的。然后最后才是结果。So，结果是啥？他想要重新开始生活。这个是他的那一个流程，这个是他的那个流程。所以，当你把这个流程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找要点，我们就可以开始去找要点了。So，我们先讲一下，请问刚才画这一个青色的句子跟题目要求有没有关系？要不要写？觉得要写的打一，觉得不要写的打零。对。不要写，为什么？跟故事本身没有关系。十几个人，哎，然后讲乘客们都挪到了前面这个部分，要不要写？跟题目要求有没有关系？跟他改变主意有但凡一点关系吗？现在没有，对，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是不要写的。所以你判断出来过，你就会发现，哎，这都不要写。然后再看他躺下来五个位，要不要写？依旧是不要写的，为什么？因为没有讲到关于，没有讲到关于他改变主意，我们甚至连他的主意是什么都还不知道。So，他太需要休息了，这段日子他太需要休息，讲的是他，但是跟题目要求依旧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句子我们也不写。这样讲到工作丢了，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催了，然后整个句子啦，到决定自己那么渺小，存不存在都不重要，这个要不要写？对，这个要写，然后我会标号码哈，你们告诉我哪一个号码它是要写的。我标亮一点的颜色吧，亮一点的。这段日子工作丢了，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整个人心灰意懒，吃不下，睡不着，觉得自己到了人生的决定，自己那么渺小，存不存在都不重要。
好，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找一下，这是一题多选题，也就是讲说，在哪里你觉得有要点的话，你就把那个号码打下来。我去拿一下我的水壶。OK，二三八，二三四六八，二三八，然后二三四六八，二三四六八，差一点，二三六八，哎，你们对"八"这个字是有什么执念吗？我们先讲一下他的感受。他的感受跟我们题目要求有没有关系？他的感受、他的想法，他觉得他自己很渺小，没有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写下什么东西？要写下的要点：第一，工作丢了；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也吹了；然后，这让他感觉怎么样？感觉？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境，哇，很 strong 啊，他的 word。我们来看一下，请问工作丢了，概括成两个字，可以概括成什么字呢？对，非常好。所以你看这个部分，我们用失业两个字来概括就好了。然后再看。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也吹了，so 这个字一样，两个字概括，失恋，对啊，看到了吗？我们的字数就多了起来。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境，他是走到吗？还是他被卡在里面了？这整个句子，我们可以讲。卡在困境里面，可以，可以。我们可以讲陷入绝境。你看，相比于他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表达出来一样的意思，但是更少的词汇，做概述就是要做这个东西。所以，instead of 写，等一下，你们用另外一个 highlight。失业、失恋让他感觉他陷入绝境，然后再看，写好了吗？我觉得我又要拖堂了。So，此行他想回家看看父母，最后再看一眼可怜的双亲，这个句子要不要写？嗯哼。要写，所以如果要写的话，在这里一样，哪一个号码对于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我们的要点在哪一些数字里面？一三或者是三四？很多人选一三或者是三四这个组合，所以大家都认同一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三跟四，我们再来这样子看一下。哪一个更能够表达？哪一个更能够带出他的 ideal A？他的第一个主意是做什么？他回家要做什么？是为了了断自己，还是看看母亲？看父母。像我们在一当中有没有提到
看父母这一个东西，在一里面有没有提到看父母这一个东西？嘿嘿，有，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去分辨？当它有重复的时候，我们该述文章字数有限，重复性的讯息我们是不写的。所以你看，他都讲了回家、回老家再看看父母，所以简单一点来讲，回家。看父母，为什么要回家看父母？因为他要了断自己，因为他要了断自己。重复的意思我们是不写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故事的起因，它第一个主意，它第一个主意。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快进一下啊！我再这样子慢慢讲，我讲一个概述文章就要讲到6点了。OK，突然一声撞击之间，汽车猛地停了下来。请问这个要写吗？不用。有人讲要，有人讲不用。像如果我没有讲发生车祸哈，我后面的故事。可以继续讲啊，就讲我跳过，完全跳过这个部分。嘿，非常好，我设了一个陷阱题在这里，竟然没有上当，厉害！对，差一点被我骗过去了，有没有？这两个部分是不要写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它讲的是车祸。很多学生呢，我那里看到一个我学生呢，他 Term One 的考卷回来，so 它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什么过程呢？他因为他是用 correlation 对话的，所以他所有第一册答案都是对的，但是呢，他觉得我应该错了，liquid 掉它，每个 liquid 的后面的答案都是错的，前面答案都是对的，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so。我依旧会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们要讲到他出车祸，出车祸。然后也，我们讲一下那些人的反应哈。大家无大碍，围观的人或者是讲跟他一起经历车祸的这一些乘客的反应，我们需不需要写在我们的该述文章里面呢？怎么样区分要不要写？很简单，你问一下自己：如果我跳过了这个句子的话，我可不可以继续往下写那个故事？这个故事还可不可以发展？如果它可以继续发展的话，它不影响故事的流程的话，大概率它就是不需要的，它就是属于次要的内容，属于解释的部分。所以在这里，关于别人的反应是不写的，是不写的。大家稍稍松了口气，看看什么事。车子发现下面一个峡谷。我们直接看这一整个段落。这一整个段落都在讲他们发现车祸是怎么样的，将惊出一身冷汗，车子是斜的，很危急。这个要不要写？跟他改变主意有没有关系？跟他改变主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里众人的反应没有影响到他改变主意。什么时候他改变主意？就是当他发现，喂，我一个人我是可以平安的哦。那一个过程，它才是重要的。你看，他看看身边最后一排，只有他一个人，窗户是开着的。他轻轻移到窗前，发现只要从窗户跳出去，他就获救安全了。他站起来，探身准备往外跳。所以在这一边，最后一排只有他一个人，要不要写？
要写，我们要写的点在哪里？要写的要点在哪里？这很重要。要写的点在最后一排，所以最后一排代表它在车的哪一个部分？所以不是这个红色的，这是黄色的，可以用。可以用车尾去概括，车后可以，然后窗户是开，只要从窗户。我们讲这个句子，它有好多个。So，请问，等下我换一个，为什么今天的笔颜色这么不亮？开着，移到窗前。跳出去获救安全，站起身，探身准备往外跳。哪一个是我们要写到的东西？三四五七，那我看一下，三五，然后三四七，跳出去获救，准备往外跳，一三四七，窗户。来，一在这里是不需要的，因为那个其实算是一个给你一个我们叫做加以说明啦，因为有些加以说明是可以不要的。我们先讲他得救的方法是怎么样，从窗口跳出去，就是那个第三的 point。是哦，他跳出去要做什么？安全。我们讲。他跳窗，为什么跳窗？他现在在这整个句子啊，可以，我们讲这整个句子啊，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选的也是对的，选的也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要找的答案其实是在三跟七。然后再讲一下，四跟五是大家很常连在一起做选择的东西。这样，获救就等同于安全，所以不管你写获救或者是安全，其实都可以，但是不要两个都写，因为这两个的意思它是一样的。你获救了，你就安全了嘛。可是现在还没有啊，请问这两个我们这一次都不写，因为它安全了吗？没有啊，它只是做什么？准备啊。他只是准备要这样子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概括成为准备怎么样获救、跳窗、准备跳窗逃生、准备跳窗逃生。然后前面的乘客惊呼：“你不能跳出去，不然我们可就完了。”这个要不要写呢？这句对白对我们来讲重要吗？想象一下，如果这个这一些乘客没有这样说出这一句话，他会不会有可能就跳出去？有，所以在这里这一段当中呢，我们必须要写到什么？乘客们要求他做什么？哎，不是要求，因为这个是你不能跳出去，不然我们可就完了。这是一种
救救我们吧，这是一种恳求。所以我们讲恳求他怎么样，恳求他不要跳。OK， 恳求他不要那么做。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写恳求，哇，没有我写了，恳求，恳求他。哎，等一下，因为我们上面你看啊，如果我们连接着讲的话，他准备跳窗逃生，乘客恳求他不要那样做，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接下去。为什么恳求他不要那么做？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部分。不马上跳离开，等一下。不能只顾自己跳出去，置一车人死地。不跳出去，汽车坠落，自己同归于尽。一二三四五，哪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要点呢？不要忘记，我们在这边已经讲到乘客恳求他了哈，恳求他不要跳窗逃生，为什么？二三五，可能将置一车人于死地，不马上跳出去，汽车可能随时不马上跳出去，自己也跟大家同归于尽。来，我们看一下啊，你看啊，在这边啊，有如果呢，有如果就代表这个事情它没有发生，这只是他的猜测。像做盖世文章的时候，我们不写想法，不写猜测，只写那个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乘客求他不要那么做？因为，将置一车人于死地。你可以完整的照抄，你也可以把它做一下修改，会省几个字。用直白一点的语言也是可以，置一车人于死地，简单来讲就是会害死，会害死一车人，可以可以。他不怕死，他这次回乡只是这种死法，深深吸一口气，要写吗？关于他面对死亡的心情。嘿嘿，认真的思考一下。要还是不要？在这里这一个是不要写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的想法，跟他改变主意来讲，他没有具体的关系，而且他最后也没有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不写的。再往下看，冷静判断形势，物理成绩很好，这种情况导致车毁人亡。哎呀，这个重要啊。其实他讲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依旧是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哦，他要求我们讲那个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我们讲到车祸已经发生，他准备跳窗逃生，哎，有人恳求他，有人恳求他，叫他不要那样子做，不然就会整车人都会遇害。所以我们直接写他做了什么就好，我们直接写他做了什么让他最后生还了。 So 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直接跳过，车毁人亡，他的物理成绩啊，这一些都是一些解释，去解释讲说他怎么样去帮助人家逃生。然后再讲其他，这个重要吗？来，他突然发现，哦，我重要了，这个 idea 有帮助他改变主意吗？没有，没有，这个 idea 其实没有帮他改变主意。
他只是在什么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是一个重要的，就是他救人的过程当中。So，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他保持不动，维持这一个平衡，让前面乘客逃出险境。请问这一个句子跟他改变主意有没有关系？觉得有打一，觉得没有的打零。有，所以以最少的字数，以最少的字数，得得得，千万，等下我把这个 range 拉宽一点啊！我要你们从这一边到这一边都揪着大家的心那一边，嘿，找一下，因为我们在这里，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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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只有2到3个。重要的部分而已。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哈，写号码，OK，我写。惨了，我这个要怎样写嘞？自救方法：保持不动，维持平衡。乘客往后移，从窗口逃出险境。像那些我们很明显知道是 filler 的，我就过了了哈。我不动，挪过来，不能挤，不要慌。然后11、12、13、14。四五七，他不动，乘客往后移。2412，二四，加二四十二，还有其他的答案吗？四五七四五七，啊，OK，那我们看一下啊。你看，在这里，不管是四五七，不管是四五七还是二四十二，只要你找对字眼，把它变成一个意思，都可以被接受。在这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保持不动。它保持不动过后呢，有写到不动，你就有分数。它保持不动，然后它做什么？让前面的乘客向车尾爬过来。诶，我要把它擦掉。汽车轻轻的晃着，这整个段落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概括成为什么东西？概括讲它协助，协助谁？乘客。像它只是协助一个乘客吗？不是，它协助整车的乘客。So 每一个乘客，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汇叫"逐个"，协助乘客逐个逃生。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哎，全部人都逃出来了，要写吗？能不能够把它总结？受伤的司机也都爬出来了，也就是讲说，这个句子它所要向我们表达的只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
大家都获救，对，大家都获救，大家都获救，然后怎么样？他最后一个从窗户跳了出来，要写吗？Sorry，最后从窗户跳出来，可以直接概括成为他是最后一个，我们写他才跳出。然后我们再接着下去看。惊魂未定的乘客们都安全获救，摇摇欲坠客车脸上犹豫出，流露出这一些那一些。请问这一整个段落跟我们题目要求有关系吗？没有，他只是在讲说，哎，那一些人的反应跟他改变主意没有关系，他已经悄悄走了这一个段落，只有几公里，然后讲他中学步行回家。来，我们看一下，将他中学步行回家重要吗？他依旧是不重要的。然后我们再看，10年前这条路多少人自豪，让人家自豪，要不要？也是不要写的，因为这个写的是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哦。其实我也是曾经让很多人自豪。对于我们来讲，他的想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什么东西。之前的挫败相比之前微不足道，这个依旧是他的想法，他的想法我们是不写的。此时他才终于明白，哎，即使是一粒微尘，这个要不要写？要写，so。终于明白，这四个字可以用"领悟"来概括。说他领悟了什么东西？领悟，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很重要。像他之前，因为我们要接回去他前言，他前言这个微尘不需要写，接回去接什么？接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之前想到自己很不重要。所以，包括加下去，包括他自己。然后，请问最后一个段落当中，第一个句子、第二个句子还是第三个句子有要点？对，三，他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到他重新生活怎么样？他要从这里，也就是讲说他做了一个决定。So，大家来。怎么写？我们的开头，我们的主语通常都是用主角开始，将他在这里没有名字，只用他来概括，就用他来开始。所以一开始他失业，我们放一个顿号，失恋。你们写又可以吗？可以。他失业、失恋，陷入绝境。然后陷入绝境，决定回家看父母。后了断自己，写自杀也可以。然后我们讲回家途中出
车祸。他在车尾，准备跳窗。逃生，但乘客恳求他别那样做。因那会害死一车人，于是他保持不动，协助乘客足，写足个可以，写足一也可以，足一。逃生，所有人获救后，他才跳出此事。让他领悟到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很重要。包括他自己，而决定重新生活。So，我缩小一点，因为我要开始讲分数点。你们听就可以了。你有写撕裂，有一分；有写撕裂，又有一分；陷入绝境，有另外一分；决定回家看父母，一分；了断自己，一分。直接讲回家途中出车祸，有一分；在车尾，准备跳窗逃生。乘客恳求他别那样做。这样，乘客恳求一份，别那样做一份，那会害死一车人一份。他保持不动一分，协助乘客逐一逃生一分，所有人获救后一分，他才跳出一分。领悟到一分，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很重要一分，包括他自己一分，决定重新生活一分。
OK，喜欢聊的朋友打个九，我看一下。这么快的吗？你们速度？所以我们在这里字数有多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哇，这么少，112个字罢了。112个字，没有老师的分析就不会做了。其实我对你们做的分析，你要记住的不是我跟你们做了什么分析，你要记得的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问你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你把它记录在你的脑海里，每次做概述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这个就是等同于你在考试的时候，我在帮你解答。你要记得的是我的声音。So，一样的，好像获救跟安全。你考试的时候，你看到你也是可以问自己，哎，这样获救跟安全这两个字是不是同样的意思？So，另外一篇概述，大家可以回去尝试一下，然后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那边找到答案。来，我给大家放一个3分钟的 toilet break 啊，是9分罢了啊，我漏了一分吗？等我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诶，是你，我漏了吗？回家途中发生车祸，没错啊，了断自己，回家看父母后。车尾准备跳窗逃生，out，包括他自己，这个地方是2分，因为这个东西他没有写在文章里面，而是要你去进行总结，你总结得到就有2分。OK，给大家放一个3分钟的 toilet break，我们回来讲古文。So，如果你不需要 toilet break 的话，I mean 我需要一下啦。你可以告诉我，你觉得古文困难的部分有哪一些？然后给大家先讲一下，因为我讲古文也会讲得很嗨，所以我们大概率会拖堂哈。我把它控制在15分钟以内。OK，可以开始告诉我古文对你来讲为什么这么难了？我去上一下厕所哈。OK，我回来了。我看到这里讲看不懂那些字，很正常，很正常，不用担心。准备好上课的朋友可以打个七，我看一下。我先，咦，吃个药。哦，嗨，小明。突然被点名，让你这么尴尬吗？哎哎哎，这怎么是新的呢？确实，
七六五四三二一，等我一下，我拿个幺。OK，我们看一下古文的部分。来，古文的部分一样，大家先把笔放下。古文这个东西，每个人他不管你来不来，其实你来我 seminar 或来我班，我都会跟你先做一个东西，叫做打破你的固有观念。什么叫打破固有观念？因为很多人面对古文的时候，他会很害怕。为什么会很害怕呢？因为很多情况的时候，也假设我拿这一篇啊，很多情况下，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其实他是看不见这些字的，为什么？满脑子只有一堆的弹幕刷过，一堆的弹幕，什么弹幕？不明白，看不懂，救命！满脑子慌慌慌慌慌慌，救命救命救命，怎么办？So，我一开始上课，我都会先帮你把这个弹幕拿走。怎么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古文这个东西。古文为什么会变成古文？我们这样子讲，如果古文它好用，我们需要换成现代文吗？不需要。所以它有这个变化，我们讲它有这个进化呢，是因为它放在古代，或者是讲放在现代。它不能够达成一种我们叫做沟通的效率。So，古文我们众所周知，一个字可以有好多个意思，有没有？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讲了它是演化过来的，也就是讲说现代文是基于它的基础。如果没有古文的话，我们是演化不到现代文的。So，古文实际上是现代文的母亲。古文实际上是现代文的母亲。等下，我的箭头画岔了。而现代文是古文的孩子，像当我这样子一连接起来，你就会发现，哎，他们之间它是有共同点的。有什么？母亲跟孩子之间共享什么？你和你妈妈之间有什么东西，它是相似的。走在路上，有没有人会来跟你讲？哦，你是不是那个谁谁谁的儿子啊、女儿啊？有对不对？五官，像是什么让你们的五官长得很像？性格啊，性格一样吗？对，it's the DNA。So，当它有一样的 DNA，我们事情就好办了。Why？因为78%的东西它是共享的，78%的东西它是共享的，我们可以通过。配词，给他配字配词去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配词配字，so 这个配词配字不需要你额外的去学会什么东西，在你所知道的这个华文基础上，你去配词配字就可以了。像30%，有人问，有78%而已，另外30%呢？要背哦，要背哦。So，这边就是那些30% 要背的字眼。So，你们可以过后找我要答案，因为这个东西我一个个跟你们过的话，这堂课就要上到7天了。老朋友们看到这些东西呢，就可以用来。等一下，我这样子吧，在班上做个投票，你们希望我去过这个，你打一。你们更希望我去跟你们解释这个东西，你打个二。OK，大家更希望我解释文章。OK，所以这个东西你们自己去过一下。然后没有然后，这些就是要背，因为这些词汇你不背的话，你完全不懂。有人就问到。这样周末它不可以是一样的嘞？这个东西它没有周末的哦。这样我能不能够跟你讲说，你就是你妈妈，你妈妈就是你？
啊，不可以啊，你们只是基因一样而已，还是两个不同的人类。所以古文来讲，它也是一样的。So，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这个东西古文它不可怕，古文它不可怕，它真的不可怕，你不要被它唬住了。很多人觉得古文很困难，是因为 Form 1之前啊， Form 2之前啊，有人就跟他讲，哦，古文哦，华文哦，中学华文有一个东西很难叫古文，你还没有看到它之前，你就已经被它先吓到了一半，直到看到古文这个文章过后，你别来，哦 damn， 我真的是一个字都看不懂啊，那你就慌了，从此以后那些弹幕就出现了，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不可怕，他们共享基因，然后古文的词汇，他们的用词用句，你可以往 grammar 上面靠，你可以往 grammar 上面靠，不懂为什么，但是确实是跟 grammar 有很多的相似点，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很多人是觉得讲说它很难看懂，因为它的字数很少。其实古文的，如果你看惯古文过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很简洁明了的一种用词用句。你看久了，你就知道它的奥妙。One， 我们白话文有一个东西，它利于沟通，可是写字时候是不友好的。为什么？因为它用太多的加以说明。我们讲说，在故事当中，古文但凡它前面跟你讲过一次，它后面不会再跟你提了，它默认你应该要懂的。所以呢，我常常讲古文它像一个有一点难搞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 Why？ 他但凡讲过一次，他就觉得你应该要懂它是有关系的啊。像不像无理取闹的男朋友女朋友？人会忘记的吗？对，你要这样子去看待他，然后你就发现嗯，他就是个闹别扭的小屁孩。然后呢，得得得，讲了这个闹别扭啊，没有关系的东西他一般在文章当中不会提到，只要他提到都是相关的，把这个概念带进去就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很多人看古文理解先看文章，越看越乱，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得到什么线索，所以所有的理解文不限于古文而已，所有的理解文都先看题目。古文理解看题目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得到一些线索。我们直接去看一下那个题目，他讲皇帝一开始对宋濂的态度是怎样的，所以他在这里他向我们强调了一开始的态度，要你写出他一开始对这一个人的态度，然后他再跟你讲说之后有什么变化，要求你写出之后的变化，这样子就六分了，一题三分，一个问号三分。再看第二，为什么宋濂认为皇帝不能重责如太素？好奇怪的名字呀。 So 问为什么要求回答，他 ask you why，你要跟他讲原因咯，就好像你的妈咪为什么这样吃回来，你要跟他进行解释，给他原因。认为皇帝不能重责如太素。再看第三，根据全文是分析宋濂与皇帝的人物形象。所以要求你写出宋濂皇帝的人物形象。请问在这个问题当中，我是二选一来写吗？还是两个都要写？你觉得二选一的话你打个一，你觉得两个都要写的话你打个二。对，两个都要写，所以他你各写一个人物形象就会有两分。本文给了你什么启示？最后要求你翻译成为现代汉语。 So 来，大家比方下跟我一起配词配字。宋濂常与客饮，常这个字如果对你来讲有一点难度，我们先过。古文当中所有划线的，所有划线的，来冒个泡的朋友们，老朋友们，划线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这很重要哈，这个划线。OK， 来。不用这么复杂，我看到有人讲名字、地方、时间，在这里划线的都是一些特别的名词，它可以是人物的名字，可以是东西的名字，可以是地方的名字，可以是讲说某一年那个皇帝，因为以前的话他们没有用罗马数字的，他们是以皇帝的名字来为年份命名的，
所以呢，只要看到这个 it's a special name 是一个名字，与客隐，来客这个字我们可以配词配啥？与配词，客可以配词配，对，与客人，饮这个字配词配，饮料，饮料用来做什么的 ？Yes， 饮这个字啊，古文当中饮这个字是作为动词存在，黄色的 highlight 就是会出的那 30%， 喝。等一下，我的字有点粗。So， 雨这个字大家都看懂吧？雨只有一个意思吧 ？Yes， and 和，所以宋濂，喂 ，sorry， 哎，我的鼻掉了。对，宋濂和客人喝来完善那个句子，你觉得他最有可能跟客人喝什么东西？喝喝茶有没有？喝酒喝茶其实都可以，它不阻碍我们的理解。这个长字来，谁要试一下？这个不是配词可以配得到的。我看到学妹答对了，非常好。泽勋，曾经长这个字要背哦，长这个字要背，很常出现，是指曾的意思，曾经。再看地秘使，地秘使人珍视。So， 通常古文我们看一整句，不要只看单字。有些单字你不理解 ，It's okay， 因为古文理解没有要求你们在线进行翻译啊。只要你看懂60%到70%，你就可以回答理解文了。不要纠结，我知道有人来，老师不可以，我是完美主义，我是强迫症，没有翻译完我不可以。放下你的强迫症，放下你的完美主义，那一两个字不翻不会影响你对他的理解，不要有这么重的心理负担嘛。 So， 秘使人珍视，嘿，珍这个字我们可以配词配什么？当然了，也看，侦探。 So，他但凡用到侦探、侦查，侦查就是我派人家偷偷的查，偷偷的。所以在这里这个侦查，然后你看他又有视，视我通常叫你们配词配什么？配视觉可以。如果你记不住视觉的话，你就配词配电视。电视用来做什么的？用来看的。电视用来看的。所以你看地秘使人侦查看他，就是他派人偷偷的去看。所以请问这个秘可以配词配什么？这个秘啊，对，秘密，秘密的使，这个也是要使，这个字没有办法，你一定要记起来，它可以是让，也可以是哎使人看，哦，只有让这个意思吧，让的意思，秘密的让人家去查看它。然后在这里，哇，这个是翌日吗？还是昔日？翌日，翌日这个字，它其实指的是第二天，明天的意思，第二日的意思，哎 ，sorry， 第二的意思。所以“日”这个字可以翻译“日”这个字呢，在古文当中有两个意思，一个作为天，一个作为早上，哦，也可以作为太阳。这个字好像开花样子，通常它就只有这三个意思。问莲酌饮酒否？问莲，你看他前面他告诉你这个人的全名叫宋莲，他过后就会用宋，就会用莲这个字来代替他，所以这个莲指的是宋莲。酌配词配，昨天，昨天饮酒否？饮酒不？
所以昨天喝酒了吗？完了。来，讲到这边呢，因为我发现我速度有一点点快，跟上的打个九，觉得我讲的太快的打个六，我要调整一下速度，如果有人觉得我太快的话。OK, so far so good. 我们再接着下去看，做客为谁？坐这坐在那里的客人是谁？还可以加快，可以。突然间这个字忘记怎么读了。坐在那边的客人是谁？然后你看在这里这个什么何物，我记得这个是沾写的，对，沾写的沾，沾为何物？沾这个字惨哦，看不懂呢。安装后全部看不懂的字往部首去看，请问这个部首哦跟什么东西有关系？你看啊，除了这一个我们还有二，除了这一个还有啥？饭，对，喝吗？又喝吗？看部首，看部首，这是什么部首？这个部首它原本，如果你看在繁体字当中，它是这样写的，所以 it's a 食物。你记不得的话，我要你记饭，饭的部首，饭是什么东西？饭是食物。所以古文当中有很多这种逻辑思路，只要你找到了它的逻辑思路，你猜都能猜得中。So, 专为何物？简单来讲，何这个字是什么的意思？对，你看，专为何物？我不懂专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看懂了饭的部首，饭是用来吃的，所以是吃什么东西？物可以配词配物品，物品就是东西哟。和这个字啊，什么的意思啊？再看，连句以实对。来，句这个字最有可能什么意思？句以实对。句这个字，我们通常都可以讲说一起。而在这里具备了一些什么能力，配词配具备。 So 其实具备的话，在这个词汇当中就有全部的意思。具以实对，以这个字要背一下，因为它很多时候是以用这个字来表达。以实配词，实话可以，事实也可以，以事实对怎么样？去对皇帝的解释实情，可以以实情对。在这里你看，对这个字啊，我们这样子理解，为什么我们讲过年的时候家里要贴对联，为什么它叫对联？因为它有上联跟下联。所以对这个字在古文当中哈，它通常你必须前面有人先跟你讲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前面有某一种特定的东西，你才可以去对上去。那一种你不需要对的东西，他会用别的词告诉你。在这里我觉得它是少了一个字啦，以实对约。对约这个词汇，对口供，口供。口供是你做错事过后才需要口供的。我们讲对答，对说也可以。可以理解成为回答，去对皇帝的，因为做什么？皇帝在前面，你看这么多个问号，都在问他问题，所以他就回答他咯。笑曰：“诚然，情不正期。”来，你看古文，我只是前面跟你们讲过，但凡他告诉你过，他就觉得你应该要懂啊。请问在这里谁笑曰？觉得是宋笑曰答一，觉得是皇帝在笑曰答二。我看到一二一二一。So 你看，回到去句子当中的关系，你看皇帝问他回答，所以现在轮到谁的 turn 了？轮到皇帝的 turn。
So, 蓝色这些字呢，就是你看古文它没有告诉你，可是我们白话文翻译呢会加进去的一些词汇，我就会用蓝色的字，蓝色的字标出来。So, 皇帝笑曰，皇帝笑着说，皇帝笑说，臣然。哦，你说的是真的，确实如此。来，清不正妻，为什么他不正妻？实际上如果我们理解的话，有时他的看漏了正字，回答错了，正是皇帝的自称。对，你看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他的秩序，他字的排序前后对调一下，不懂为什么，但是他们喜欢这样子做，把它对回来，我们就把它换回来，把它前后对调一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So 情爱卿，你的意思，所以是你不正妻，妻配子配，欺骗，你没有欺骗，正是我，你没有欺骗我，完了。兼召问群臣常否，哦，有注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释能不能用。丈否，哦，不是常否，丈否好坏褒贬之意，所以这两个字它是一起的，这两个字它是一起的，就是讲说兼召问群臣，来，谁最可能在兼召问群臣？在这里谁问的？是宋濂问的还是皇帝问的？觉得宋濂问的你打一，觉得是皇帝问的你打二。Yes, it's the 皇帝。所以皇帝怎么样？兼召问群臣丈夫。皇帝间接的，皇帝召问这个字两个也是一起的，就是召见他，哦，传召他去问群臣，他的一群大臣们，他的一群臣子们。 OK， 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下皇帝召见了谁。古文 Rules number one，他不会跟你提没有相关的人事物的。他前面都讲了宋濂 N 哈，皇帝召见大臣们，问关于大臣们的意见。你看褒贬之意，褒贬，褒是指好的坏的，好坏的意思，好坏的意思就是他在问大臣们的为人，或者是讲说，哦，你觉得这个大臣怎样。所以在这里你看他召见谁，他召见的一定是跟故事人，跟故事有关的这一个人物，叫做宋濂啊。所以皇帝你看兼召，他除了召他用了一个兼，大家猜一下兼最有可能是什么意思。这个没有的配，这个没有的配，这个是盲猜，这个是盲猜。你想象一下，你要讲人家未必是坏话，但是你又不想给那个人知道你在背后议论他，你会光明正大的开会吗？来，我们开一个会，讲 ABCD 他们的为人怎么样？不会。所以在这里这个奸其实指的是他秘密的召见，私密的召见这个宋濂，然后问关于，哎，你看我的臣子们怎么样。然后连为举其善者。 So 为这个字大家可以记一下，跟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唯有的为它是一样的，它只是 it's a 通假字，通假字就是古文当中的错别字。 So 古文当中的错别字哈，以两种方式体现出来，它要么是字形象，要么是音像。什么意思？比如长这个字很长，会在古文当中以长这个字出现。哎，箭头画反了，也就是讲它实际上要表达的是曾经的那个长，但是呢它写错了。 So 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哎，字形是像的，有这个形状在的。又或者呢，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叫做音像。什么叫做音像？惨哦，老朋友帮帮忙，我想不到例子。
音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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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个这个的这吗？词不是词耶。Sorry， 一下子卡着了，哪一个字来着？啊，想到了，来和这个字有没有？和，它有另外一个通假字，它所要表达也是和的意思，但是它写成这个样子念和，这两个字一样的，就是错字，只不过因为是古文，我们没有叫错别字，我们叫通假字，就这样。所以在这里，为也是这样的概念，它是音像，其实字也像。举其善者，说宋濂只举出了为这个字为有吗？只有的意思咯，只举出那一些来其这个字，其它可以作为它的存在。也可以讲说作为句子当中上一个句子当中它的主语或者是他们谈论的主角存在。举出他善者，善这个字不能够配词， It's not 善良，代表什么？好，只举出那一些他比较好的则是的人。你看则这个字怎么记？昔作者、旅者、笔者，这些都是一些人的人。曰善者与臣有，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 So 请问在这里谁曰？宋打一，你觉得是宋濂你就打一，你觉得是皇帝你打二。对，在这里是因为皇帝问他嘛，他只举出了那些跟他比较友好、比较关系比较密切的人。So 就是他说了，他跟皇帝讲：“善者与臣有，臣在这里指的是我。”与我是朋友，配词配。So和我是朋友，善者和他比较好的人，臣知之，我支配此配，可以配啥词？知道，对的，没有错。所以我知道，知这一个字，它有四个意思，根据情况自己自动使用，有的、了、这跟它的意思。作为一个修饰性的词汇存在，我知道啊，其不善者，其在这里它又作为另外一个意思了，它作为什么意思？不善，那一些不友善，不能够讲不友善，在这里这个善指的是跟他关系密切的人，跟他好的人，所以在这里不是跟他不好的人，就是讲跟他关系不那么密切的。那一些关系不密切的人不能知道啊。然后也这个字是语气助词，语气助词不用翻译。什么是语气助词？来，我们讲 Malaysian slang 啊，那种 Singaporean slang 啊，拉里罗勒呢那嗯啊，这一些全部是语气助词。这样假设它出到翻译的时候，语气助词要怎么办？怎么翻？我们把它翻译成为，你就写，你就啊给他听，你就呀给他听，你就辣给他听，它就是一个语气助词而已，没有太多的作用。等下，讲到这边有一点难度了啊。So far so good， 还在线上的，来打个三；需要救命的，打个七。哦，都不用救命吗 ？OK 啊，我们再接着下去讲。主事如太素 ，So 我不知道如太素是什么，但是它划线，所以它是个
它是个特别的名字，它是个特别的名字。尚书万余言，主事在这里不知道。如太素尚书，我们首先来理解书这个字在古文当中是什么东西。以前的人他们写的，我们今天讲我们会讲写信，但是以前的人他们不拿一张纸这样子呈上去的，因为如果你要给皇帝的话，一张纸的话传来传去传来传去破了，所以他们的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看一下，你看一下皇帝的奏折，是他们呈上的书，这个是比较现代的比较近代的，有纸它一定是有一个 cover 的，这样如果放在以前一点的话，还没有发明到纸的话，它是以这一种竹卷呈上去的， I mean 这些是现代工艺啦，那这样子这样子呈上去的。 so 在这里它上书其实就是它写，它上这个字我们配置配呈上，呈上书信万余言，请问他讲了多少句话？对，余这个字啊有剩余的意思，这样如果我讲了一万还有剩余，代表一万多字，然后古文当中啊它是绝对不会告诉你一这个词的，所以你只会看到万余言，但是如果讲说他写到两万三万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二万余言啊，一他默认是不写的，所以万余言就是他写了一万多句的言语啊，讲了一万多句话。 so 我们看一下皇帝的反应，帝怒，皇帝怒耶，啰嗦哦。所以我们讲说，你看他讲皇帝生气气哦，他大怒吗？怒就生气咯，皇帝为什么怒？我们盲猜一下，这个信写皇帝好还是写皇帝不好？不然怎么他要生气气？ Obviously 是他写不好啦，所以这个东西你不需要特地在翻译里面提到，你知道我知道就可以了。所以皇帝就生气气问言庭啊，不是言，这个是朝，朝廷，廷臣，问廷臣，在这里配词配朝廷，朝廷这个概念大家要记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很常出现。朝廷简单一点的来讲就是以前的政府啦，政府的上面皇上巴黎们，对，可以这样子理解。所以问朝廷的臣子们，问朝廷的大臣们， OK it's a good one， 来老朋友，祸这个字翻译成什么东西？祸这个字属于三字本身需要背的，因为它不是配词配出来的。震惊了，竟然没有人记得吗？哎呀，我看到有人跑走了。他不只是有的，而是有的人，非常好智慧。哎，不是智慧 ，sorry， 义，只有一个字吧？后羿的羿吗？有的人指其书，指着那一个书信，指着那一个书信说：“此不敬。”此时此刻代表这时这一刻，在古文当中有两个字，此跟是，作为这存在，这 very 重要。这是不敬啊！你看这些大臣，我们讲在那边煽风点火了，这是不敬重你呀，不尊敬你呀。此诽谤非法，
这个字我看明白，但是要怎样解释？说此来诽谤，诽谤在我们今天讲说那一些莫须有的，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批评。这个诽谤是非法的，它不是传闻，它不是传闻。这些批评它是非法的，这个非法是什么意思？ illegal。 如果要翻译的话怎么样翻译？就翻译它不合法，就翻译它不合法。你看其实跟我们今天大差不差，不合法。问联，什么样的批评是不合法的？也以前你是不可以讲皇帝不好的，会被砍头的。So 问联，问宋联，他忘记划线了，我帮他画一下。对曰，有谁记得对曰是什么意思吗？刚刚讲过了。Yes， 回答，披靖忠于陛下耳。So 披是也是要背，披是他讲这个如太素，他敬忠于陛下耳，耳在这里是等同于这个耳，这个耳是什么意思？语气助词也可以用为罢了而已。有两个耳，如果放在句子前面的耳就是作为你，可是它放在句子的后面的话，它要么是语气助词，或者是这一个而已的意思。敬忠，敬忠就是敬他的忠心咯，他对你显示他的 loyalty 于陛下而已。陛下方开言路，方我们配词配方才，指的是刚才。 So 在这里它作为刚，刚开言路，言语的道路，什么意思？其实呢这个言路就是说话的道路，什么意思？它开简单一点的来理解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言论自由啊。因为以前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你是不可以讲，你是不可以谈论皇帝的，你不能够讲皇帝做的不好，甚至连皇帝用的颜色你也是不能够用的。所以陛下方开言路，你刚刚才开启了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一条路，恶可深罪。sorry， 在这里你看他写错字了，不是恶也不是恶，而是恶。哦，他可恶的恶，懂了，是一个通假字， it's 的音译。所以在这里恶可深罪，所以在这里不可以深深的责罚他，不可以深深的罪过，不是犯罪，不能罪过。等一下想一下，罪这个字大家帮我一下，可以配什么词？犯罪、罪过、罪行，不可深责，不可以深深的，不可深罪，罪犯是人，不可以罪过，罪行放在这里比较恰当。在这里不可深罪，其实在这里不指的是不要，或者是没有可以深深责罚的罪行，深深惩罚也不是不可以啦，也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既而帝览其书有足才者，既这个字可以配词，可以随即可以，既然可以，可是既然放在这里呢，你怪怪的。你看
鹅这个字大家要注意一下，鹅这个字，鹅这个字在古文当中是作为所有连词的代表。什么是连词？和、但、并、却、可、既然、与其、不如，这样子，它都是用鹅这个字来替代，由这个鹅字来代替。继而递览情书，放在这里，既然、但是有点奇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把它放作为不久，不久，不久而递览其书，递指的是皇帝，览这个字是看，看他的阅览，读览他的书，读览他的书信。刚才讲了他呈上一封书信吗？不久可以作为后啦，不久之后，对，之后这个字是正确的。不久之后，皇帝看他呈上的那个上万言的那个书，有足才者。来，我们讲足这个字可以配词配啥？足够可以，足够有足够。采者，像他看书，看书他要采，可以配词配什么？采用可以被接受，采取可以，等一下，可以采取的东西，采取采取。如果讲是采取行动的话，就有点怪怪的。但是采纳也可以，就是讲他觉得有足够可以采纳的东西。则这一个字呢，你看，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为的人的话，怪怪的。So， 给大家提个醒哈，哇，我写到乱七八糟了。给大家提个醒，有两个字本身它是没有意思的，它纯粹只是为了存在而存在。我们讲句子前面的夫和句子后面的则，你要依情况而定。句子前面的夫是什么？就是好像我要开始讲话了，别来。那个夫字就是这样子的作用，还有那个者是什么作用？ OK， I'm done， 我讲完了，只是告诉你这个句子它讲完了。所以在这里这个者呢，它是作为这一个意思，没有意思这两个字。 So， 有足够可以采纳的意见，你可以自己加一些字进去。夕照停沉竭泽，夕照，哎呦，这个皇帝帮人家拉仇恨。 OK， 夕照言成竭泽，泽在这里你看问责责备， so 他给了我们不用烦。 so 廷臣就是整个朝廷的大臣们，八来召配置配召见，夕召见，于是召见可以，就召见可以。 so 帮人家拉仇恨，就召见这一些大臣们来，把他们骂了一通。因乎连字曰，因这个字要背，有谁记得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它可以作为接着，可以作为于是。接着呼连，接着呼配词配呼叫，呼叫宋濂字曰。在这里啊，这个宋濂的字，来，我们看这个字，我就要讲到我们为什么华人的姓名有名家字。所以我们今天讲说古代的人哈，他有姓有名有字，有三个东西。姓指的是你的 surname， 然后名是通常是给外面的人叫的，比如我们讲姓李名白，这是李白。字是什么东西？字简单一点来讲是小名，通常这个小名是跟你很亲近的人，或者是从小看你长大的那一些长辈，我们讲他们所知道的那个小名字。所以以前的人呢，他的小名是有一个限定的，就是不像我们今天自己帮自己取的。所以呢，李白的名字叫做姓李名白，字太白。所以在这里他所表达的呼连字，就是皇帝知道这个宋濂的小名，他叫这个宋濂的小名说微景濂啊，没有景濂，景濂在这里可以
认作是他的小名，所以他讲没有紧连。在这里他是作为一个假设性的东西存在，若没有紧连，就是如果没有这一个人，即物最严者，我几乎就要误这个字配词配误会。当我们讲误罪，就是我不小心的，我误会他，然后怪罪他。So， 我会不小心的怪罪这一个讲话的人。So， 在这里，请问这个言者是谁？当我绕道来这里，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跟上。呵呵，觉得是宋濂打一，觉得是皇帝自己打二，觉得是如太素打三。哎，对，我就会错怪这个叫做如太素的人。大家还活着吗？OK， 有跟上的朋友打个八，我看一下。很好很好，还可以哈。Why 如太素要讲皇帝的坏话？他也不是在讲坏话。我们讲说，在讲另外一个词汇。我们你但凡看到官，看到皇帝，你都会看到这个字，我们叫做谏。谏这个字呢，它其实是劝告的意思。可是呢，这个劝告它是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它所发生的，通常是以下犯上。什么意思？我作为一个阶级比较低的人，我跟你进行劝告。他们以前的人 you know 那个脸啊很重的，不可以刮到一下的，所以他就觉得你以下犯上，你这个身份不够格来批评我，不够格来给我任何的劝告。所以呢，谏这个字，但是有时候哈，好像皇帝有时脑子一热，他讲我要攻打我们西边所有的国家。So， 你作为他的大臣，你知道我的皇帝又发疯了，不可以让他疯下去。可是你又不可以以下犯上，所以他们用一个词来包装这一些劝说，就叫做谏。So， 谏这个字如果作为动词，我们讲进谏，一般上是臣子向皇帝进谏，儿子向父亲进谏。简单来讲就是以一个小辈的身份，以一个身份不够大的人去对一个很大很大咖位的人劝告一些东西啦。所以他的目的是劝告，可以理解成为他的目的是劝告，因为那时候皇帝广开言路，就是他讲哦，我们言论自由，我接受所有你对我的批评，所有你对我的谏言。然后人家做了他生气气。OK， 我们接着下去看。OK， 可以，没有问题。大家还好吗？要我讲完吗？我看到有人不行了。OK， 我们讲完理解文，我们就结束了哈。So， 翻译的部分大家可以回去尝试自己根据今天所画下来的重点进行翻译一下。然后那个关于那个译文本身一样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面找得到。So， 皇帝一开始对宋濂的态度是怎么样？什么态度哦？来，我们先讲，如果你相信一个人，你需要派人去偷偷观察他吗？不需要的，他不是在试探，他就是，其实也算是试探的一种。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他，所以我们在这里你直接就要写什么呢？写皇帝一开始对宋濂是怀疑可以，不信任也可以，不相信这个词也可以。然后我们要写出我们从哪里 get 到他不相信他这一个 point。 So 理解文他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还他什么就好，所以我们就写对那一个密探，皇帝一开始不相信，皇帝一开始对宋濂是不信任的。
不相信的，逗号，他秘密害人，他秘密，我写错了。他秘密派人去侦查宋濂，两个问号，两个句号，然后之后有什么变化，你就写之后皇帝变得信任宋濂，然后我们从哪里合出此言？从哪里看出了这件事情？询问他关于朝廷大臣们的好坏。So, 你写到不信任，这边有两分，然后给他原因有一分。后面他的改编两分，然后原因一分。好，写完了的朋友可以打个一。Nice， 大家速度 very fast。好，我们再接着下去看，为什么宋濂认为皇帝不能重责如泰素？来 ，why？ 看你们有没有 get 到那个要点，总共有四分哦。Sorry 啊 ，just in case 有人还没有写完上面的、啊。晋中。可以，晋中有一分，对。第二段第二段二三行，沿路 ，OK， 有写晋中，有写沿路，各一分。然后来，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他不能够重责，他在文章当中并没有写到不能够重责的原因。我们在这里要针对这一件事情进行解释，这样如果他自己讲，哎，我欢迎你们批评我，然后人家批评他，他翻脸会怎样？留下不好的印象，差不多意思来讲，他是这一个意思，他是这一个意思，但是我们要具体的用一些 facts 去讲这件东西。他要求人家来，欢迎大家批评我，不接受批评。心口不一，不能够讲他心口不一。我们讲跟他自己的政策怎么样？跟他自己的政策产生矛盾，也可以讲说跟他自己的政策背道而驰，就没有做到啦。所有问为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用因为这两个字来开头，因为如泰素只是在向皇帝尽忠，加上皇帝刚刚广开言路，若重责如泰素，
相于他的政策背道而驰。如太素只是向皇帝敬重一分，广开言路一分。若重则与政策背道而驰，一分一分两分，巧的打个二。Jamie 好快啊！不是 J，等下 Jamie 是吗？Jamie，Jamie。So，来，我们讲在这里，我们发现宋濂跟皇帝的形象怎么样？先讲宋濂。宋濂为人怎么样？我们讲宋濂，诚实。我们讲宋濂为人坦诚、公正，对皇帝毫无保留。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忠心 can or not？对皇帝忠心，看你后面写的那一个解释是什么。因为在这里并没有特别的讲出需要凸显他的忠心，因为你写他忠心的话，就有人要去挑战这个忠心，才能够凸显出他的忠心。然后我们再写对事不对人，他不会因为他是皇上就哦，皇上我就要小心一点讲话，我就要讨好他，没有。然后我们讲皇帝怎么样？句号，皇帝为人从善如流，愿听取宋濂。的建议，才没有错怪忠诚。句号。So，你但凡写到为人。一分，哒哒哒哒哒，解释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看法。一分，从善如流一分，然后你对于他这一个形象进行解释，有另外的一分。写好的打个三。这个字多一点。
来，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要公正，虽然要公正，还有吗？我们可以从那个事件当中进行入手，所以在这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什么事件？讲关于皇帝信任宋濂，然后讲宋濂没有乱讲话，然后讲他面对如太素，他去很直接的跟皇帝。很直接的跟皇帝讲，要公正啊，上次都没有不公平的现象发生，要从善如流，不可一意孤行。从善如流，不可一意孤行。哼，可以，这个来讲勉强可以。要听取意见。等一下，我们画一下那个关系线啊。所以，哎呀，对，皇帝是一开始就相信宋濂的吗？不是，所以也，他对宋濂对皇帝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他有没有觉得讲说，哦，这个人在提防我，我也要提防他？没有，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讲真诚才是必杀技啊。但是我们要以文艺一点的方法来写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写什么呢？本文带给你什么启示？只有坦诚相待，才能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写好的，打个四，终于来到最后一题了，大家非常的有毅力啊！我从6:15已经讲到了6:40，感谢大家这个周末的陪伴。OK，还没有好。好的朋友可以先翻译一下，就是在这里，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善者，我们讲好的，具体来讲是好的人，但是在这里，这些人指的是大乘，说好的大乘。和我是朋友，逗号，我知道，是在这里不是了啊，而是
他们，我知道他们。你写知道他们也可以，写了解他们也可以。那一些和我不好的大臣，逗号，不能知也。不能这个字可以讲不了解他们，也要翻就翻啊。OK， 写完了，打个五，恭喜大家，终于来到了这个讲座会的尾声。希望今天的这几个小时跟大家一起的相聚呢，有帮你解答到一些关于华文的困扰，或者是那一些你不清楚的东西。So， 要离开的朋友可以随时离开了。希望下一次讲座会再见到你们，也希望在课堂上见到你们。不客气，有问题想要问的话，可以先来问哈。不客气，拜拜。不客气，云轩。哦，对哦，只有你一个人把我话听进去了。哦，两个，谢谢你们，谢谢志伟，谢谢 Jimmy。 第一题还没有看完，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这个。